我告诉过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，闭着眼睛我也要趟过去。我刚开始呢是不理解你的电竞梦想，但自从我回国，从揭幕赛开始，我看着你一步步打到现在，虽然我还是不懂那些什么操作什么破塔。是月塔，不管什么塔我都知道，至少你这前半辈子是不会离开电竞这个舞台了。我也知道你这一辈子也离不开我了，所以啊，我是不会做出让你在电竞和女朋友之间选择一个的苦情狗血戏码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就不会后悔，这点小打小闹我都承受不了，还怎么跟你谈恋爱啊？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不就是要接受这些关注和指点吗？谁叫我男朋友这么能干，是电竞小明星。他们祝福也好，不祝福也罢，我们的未来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嗯，我没在开玩笑，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